大家好，今天回家了，姐姐带我来吃点早餐，然后还有点其他的事情。哎，老妈要吃那个什么鸭子。哪里？哦，叫什么？发现小吃。上。这里的那个装修这些材料，因为可能我们老家那些地方可能没有，但是可以参考一下，做个对比。他也带我来看一看，比如说这里很大，这什么浴缸？哎呦，这些东西看着好啊！哦，这些是智能马桶哎，1万多2万多，嚯，这个天哪，好贵哟，太贵了。现在都是用智能马桶。俺进楼的时候看到一个东西，保鲜柜儿，啊，那个保鲜柜儿好大，嗯，不然我看到都是好看噻，像银行那个的瓷砖，哎，这个瓷砖还可以，这个瓷砖可以，你看，这，这个瓷砖好看呐、啊，这个颜色好看，啊。一片200多，老板，这都多大了？1200600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涂料。这是涂料。这什么颜色啊？这是。移动颜色。这个颜色可以自己选，可以挑。比如说新中式的房子一般是哪种涂料啊？这一两个都可以选，然后还有里面有个中式厅，你可以看。啊。那房子。哎，确实有点像那个墙布这些啊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就要不要啥墙。啊。这什么材质啊？这是什么漆？艺术漆。这边就是装饰品。这个可以。对吧？我感觉这种不如刚才那个好看。嗯。不如刚才那个好。好看啊。对吧？我都没有刚才那个好看。也好看。1680，嗯，能不能就有工艺的都是1680，不便宜啊。功能漆，哎呀，这东西我都第一次见呢。挺好看的，这些装修的真是不错。他说这里面是羽毛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羽毛，毛。哦，这个很有名。这个对，璎珞羽绒，这个呢披挂大，高
我说我上看上了这个，真好看。这就是区别，非常这个也是这一款也是璎珞羽绒，这一款呢是喷涂状的，那一款是披挂状的，看你两款怎么选。这个是雅典石 ，SHA 什么的，就是防火的 ，A 级防火的，有点像硅藻泥的感觉。跟硅藻泥不一样，硅藻泥下的没人用了。对，就是以前用的。然后就是家里面如果有小孩，就是拿东西画上去，或者有油渍喷上去，它就擦一下，很亮的。这个看着就不一样了。是你的。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你到了你讲再说也好，强烈导致这个问题是除外的。到客厅的话要做稍微硬度强一点。你坐在客厅，你比如讲家里有小孩，你完全可以做这一款，就强度强一点。因为小孩有的时候你会拿拿东西磕磕碰碰的，骑那个小车子，你撞上去的时候，你就不用担心会有磕碰，因为这个硬度很强的。对。而且也好擦洗。那天我的这，比如说小孩上面画的圆珠笔啊，什么东西能擦掉吗？我来给你画，给你看一下啊。还可以啊。还有这种功能，还挺好的。硬的，这个做客厅比较好。哪个？那个一帮人家现场做的，有一个。不是这个颜色有点那个吧？感觉。选呀，好多种颜色选呀，对吧？颜色有1000多种颜色给你画。1000多种啊？对。那你是啥子颜色？这么多？调的。又有一个色卡。哦。我看看，这就是那个彩色的笔。哎呦，很轻就擦掉了。这个也是一样的呢，这个也是一样的。来看一下，直接轻轻擦就擦掉了。对啊，普通的抹布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呢是蛋壳光迷光漫彩。对，蛋壳光我也听说。对，这一款呢做的也很多。这种是平稳的，永远不过时。但是这种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做小孩的房间应该可以的，对吧？这个房间到了小孩，小男孩可以调个天蓝色，小姑娘可以调个就是淡粉色。淡粉色，对，漂亮的。嗯。而且这个价格又不高。多少钱？这个打完折以后100。100一个平方。刚才那个刀工刀料。像这两个就贵一点，这两个达到138。我就怕那种一种颜色的，到时候不小心一手一趴到上面脏了，什么有的印儿，你知道吗？直接擦就可以了，简单。你随便拿抹布擦也行，拿纸擦也行。那时间长了多擦几次，它会不会不会掉？不会掉的。你随你怎么擦，它都不会变色。没有，你们那个外地做不做啊？外地的也做，但实话实讲，路途远，它肯定要加收一点远程费。啊，对，有道理。那肯定有分店的呀，别的地方。分店有没有？全国都有，肯定会有这个远程费的，稍微有点远程费，但是也不会太高，看面积。如果说外地面积非常多的话，那这个点远程费就无所谓了，到时候找老板谈呗。啊。可以。现在要去赶用动车赶火车了，那罗赶不上了。来看了一下子，确实挺好的，大开眼界。周小姐。拜拜。南京站就是大呀，南京南站就是大。我要走老远才能到前面去检票。